显得更加的积极和兴奋。相反，我觉得印尼组合好还是有点高，这个球还是有点高。杀中路，对方分球。投一个后场，好球！他这一下，我觉得苏卡穆约真的是判断的很准。连续的下压，后面有点没爬上来，我们看前半段后半段失误都多，前半段进入比赛一开始是整个状态没有，这么一个威胁。所以呢，你发完球以后，你这一拍质量一差，还是对对方抓住了。再挑给对方，重杀。在中路，好球啊！很能顶啊，就是半场球。收掉了一排中路。还是顶，还有打入反击，拦掉一拍，勾对角打的比较合理。单拍当中，日本组合落了下风，就始终也过不去。对啊，拉得真快，往前果然偷了一个后场，有所回身，对，会缓上来，对，反击，过得非常出色啊！分对角，收掉一拍，哎呦！这个连贯上，他还是有点点，有点靠后。
发接发，拿球很快，连续的封网，保持速度，连续的下压中路，连续打网，抢网。中路球，两底线拉开，全力的下压，吊一盘，这盘。专注度，对，他也不是一味的快啊，就是，来，你看，抽掉中路，杀。球路很丰富的同时，在整个时间的把控当中还是